看好智慧型手机爆炸性成长，带动手机游戏的庞大商机。国内电信三雄的台湾大哥大宣布，将与美国知名游戏大厂美商硬件合作，针对 Android 系统的智慧型手机，推出八款高画质的手机游戏，包含《极速快感》、《模拟市民三》、《铁路大亨》、《人生之旅》、《保持冰镇》、《俄罗斯方块》、《FIFA 世界杯足球赛2011》以及《百战天宠》，售价从新台币60元到90元不等。台湾大哥大表示，手机游戏的产值从2008年约新台币2亿元，到今年预估有非常大幅度的成长。尤其目前手机游戏硬体效能越来越强，让手机游戏声光效果越来越好，游戏已经成为手机加值服务的重要营收来源。台湾大哥大会更积极拓展手机游戏版图，首波与美商硬件的八款游戏就是开路先锋，未来还会有更多优质手机的游戏陆续登场，玩家请接招。